就准备要去睡觉了，然后突然间这是个笑话啊，然后我就突然间我就说吃东西吧，就是他问我要不要吃东西，空姐很漂亮，说你要不要吃东西，我说要的要的，我点了个饭以后到他拿上来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 table 是坏的table 是不能放下来的，他就这么竖着的，那我说那这个怎么办呢，然后他就跟我说没关系没关系，你换到前面那个空座位去吃饭就可以了，我说好的好的，然后我就换过去了，换过去准备吃饭，然后旁边一个老外就看着我，我吃完饭就回去了，他以为我是来蹭座位的，来蹭饭的，从后面跑到前面来蹭饭的，然后我吃完就座位回去了，那我想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结束了嘛，你知道吗，新加坡航空真的是好，那你说 table 换了他叫我换个位置，我说我自己随便吃个饭再坐回来是我自己自愿的吗，对不对，跟他没有关系的，结果你知道他怎样，我就睡觉睡下去了，他把我拍醒，我说我怎么没签过，我睡觉时候会被拍醒，他跟我讲说不好意思，因为你的刚刚 table 坏掉了，所以呢我们赔你300新币，你可以在飞机上买东西，我觉得这个就厉害了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，因为如果你说 table 坏了你让我换一个位置是 OK 的对吧，那我换到那边去以后我不换是我自己的事情嘛，我懒得换了，可是问题是人家还赔我300新币，你懂我意思吗，我说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，我当时就说我说我觉得我心意领了，你们这么做我特别特别的感谢你们，但是这个东西呢我就不用了，我说我也没什么要买的，所以飞机上的那个册子里面你可以随便买一些东西，我说不用了不用了，我经纪人在旁边，你不要我要拿过来就买，好，那买的我以为的跟随过了